现场持续了2分钟左右，然后离得比较远，有听到打雷声，也有刮风。2023年的8月7号晚上9点半，你看这样的天气，从来没有见着过。黑龙江省大庆市，
为是大数据不这么骗人。直到刚刚，我看到好多给了小雨乱飞的小鸟。是卡努真的要来大东北了吗？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